哇，谁呀？哇，原来是彪哥呀。谁是你彪哥？先生，你想要点什么？给我拿瓶啤酒。啊。彪先生，打开。啊。哇，我怎么喝？拿嘴喝呀。拿杯子。啊，和我不一样。啊，你怎么当服务员？你给我倒上。白痴。哦，你慢一点。哇，弄到外面了，你怎么都倒到外面了呀？倒到外面怎么了？倒到外面那不好的呀。我还倒地上呢。啊，你怎么弄到地上了？你这当然了，顾客什么都是对的。哇，搞干净了，完全就是个白痴。哇，小心一点，这样会弄碎的。碎了怎么样？弄碎了我就没有工作了。没有工作了，那正好啊。阿喜，杯子呢？阿喜，还好没有碎啊，没有碎。哎，表哥，杯子没有碎。老板，你先下去吧，到那边去干活。站住！我让你走了吗？来，你先下去。我是这里的经理，有什么事你跟我说。经理？你怎么请个白痴在这当服务员？兄弟，阿喜以前是不是得罪过你？我看今天这个事情也就算了。今天我请客。谁要你请客？哥几个，咱们走，我还会来的。来了。来来，吃饭吃饭。吃饭了，来来，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最近干活干得怎么样啊？很好啊，老板教我用过的烟灰缸要及时换新的，客人用过的酒杯要擦干净，桌面要保持清洁。有没有人嫌你慢？没有人嫌我慢。有没有人欺负你？没有。天爷要想让这个人将来做大事的话，他会让他先吃苦，先坚强，一定要让。
先生你好，请问你们几位？先来碗拿啤酒。哦，好。彪哥，咱们上次已经耍过阿喜一次，这次又何必呢？你忘了，那个死白痴害得我老婆肚子里的孩子都没了，还让我名声扫地。他那老哑巴叔叔老是欺负我姐，我要不好好教训他，我能咽他这口气吗？谁绊你了？自己走路不长眼，踩了我的脚，我还没说脚疼，你倒恶人先告状。你，顾客永远是对的，顾客永远是对的。哎，我说，这餐厅请个白痴当服务员，踩多危险呀！你说，踩了我的脚倒没关系，改天要是把谁的脑袋打烂怎么办？哎，你们大家说是不是？就是啊，走吧，走吧。不，阿喜跟你们说对不起，好不好啊，表哥？阿喜现在已经很努力、很认真的工作了，你不要这样。阿喜跟你说对不起，要不然我给你揉揉腿，好不好啊？起来。干活，一个白痴也会干活。我会干很多活的。阿喜想跟大家一样，靠自己的努力挣到钱，我就可以照顾妈妈，可以照顾老苦瓜。哦，原来老苦瓜收留你，就是为了让你帮他赚钱，替他养老。哎呀，真聪明。不过找一个白痴当摇钱树，哎，这是不是也太白痴了？哎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哎，你不是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吗？你哪里有妈？我告诉你，你妈就是因为你是个白痴，她不要你了。我现在我妈妈在找我呢。谁会找你？没有你，你妈就可以天天跟野男人混在一起了。不许说我妈妈坏话！你敢打我？你忘了，顾客永远是对的。大哥，我求求你啊！我不能丢掉这里的工作的，我丢掉这里的工作，我没有办法照顾妈妈，我没有办法照顾老苦瓜，求求你了！想让我放你一马？行。喝了吧。好多烟头啊！哎，大哥，这么多烟头，他喝了会不出事儿？别管。只要你喝了它，我就不再难为你。我要喝它，你不难为我，不让我丢掉这里的工作吗？啊，少废话，快喝。喝啊。别喝，吉中哥哥，死瞎子，你敢管老子的闲事儿，你欠揍！哎，不要打吉中哥哥！死瞎子，你敢多管闲事儿，让我好好教训教训你！叫人！阿喜，你跟我来。来，阿喜。阿喜啊，你听我说，这几天你工作很努力，我都看在眼里了。谢谢老板。虽然你很努力，但我还是要辞退你。哎，是这样的，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不要啊，阿喜不走啊！阿喜，听我说，阿喜不走啊！我今天错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没有想打破玻璃杯的。阿喜，你冷静点好不好？不是打破玻璃杯那么简单的。你天天得罪那么多人，他们天天捣乱，知道吗？这样叫我怎么做生意？你必须走！老板，我走！老板，老板，老板。